刷账啊！任何动物遇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呢，它的灵魂会和它产生共鸣，这是动物的本能，而我把它叫做胖鱼定理。 叶欣，叶欣，叶欣，啊！
小姐，小姐，老板，安全。叶欣，没事吧？快起来。钱老板，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完了，我们走了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